撒娇哎、欸。有哄他就不叫了。好了。你在撒娇啊？好可怕！躲在后面哦。他到时候要麻醉，然后就一圈空的。我帮你拿那个粉红色、可爱一点的芭比的那一种小绷带，哇，你就变成粉红芭比，好可爱。对呀、啊，你要有点矜持啊！你这样子才见面第一次，你就躺人家胸了啊？这样子的我，躺个高富帅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。你自己这样逛哦。他要手术前一天有没有特别注意什么？要，等一下我们会有术前须知会给你。好，刚刚拍照的很惊恐吗？还好哎，就对，惊恐有，对，关你。今天是你预约洗牙的日子，我们要去洗牙了。你等一下要麻醉了呢，洗牙没事啊。哦，这怎么撒在那边撒娇？撒娇没有用，牙齿还是要洗。25.8，你又胖了，又胖0.3。对呀，走了，报告，自己进去洗牙，自己进去。Hello， 小朋友，心脏 X 光看起来都是 OK 健康的。那么同时很健康的大毯子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好的。好可爱哦，烧饼毯 ，OK。好羞耻。对，我觉得好可爱。在哪买的？我淘宝买的。想入手，那我就在借这个毯子，还有托比本人，我们暂时跟爸爸妈妈稍微的分开一下，谢谢，拜拜，怎么好看？去玩，去玩，去玩。托比啊，等一下血检报告。你很勇敢呀、啊！啊，太近了，太近。我在一只猫猫哎。你就在上面偷玩猫。它就这样子，这么裸露。它就躺这样子。你有没有偷摸它？我不敢化妆，我想说是真猫吧，你摸一下，它就被抓，直接告我在医院。你手怎么被抓了？我摸你，上面是猫。就真，他现在有点紧张。你那么大只，胆子怎么会这么小呢？胆子怎么？小米粒。我吓一跳哎，你好像假的哦，他刚那个眼神。而且你还躺在发光的地方，吓死人了！你可不可以摸啊？我摸你哦，可以对不对？可以对不对？啊！哦、不要吓死我，会怕。我痛了！没办法拍你了。刚刚你在这边玩猫。多比在里面洗牙，你这样对吗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哆瑞咪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这里有写哆瑞咪。哦，你看它比较多有点红红的牙龈炎，但是它里面没有太多牙周病的产生。嗯，这个是多一块肉肉，那个是牙龈的增生，在这个多的地方我们会需要把它修整掉。哦，那其他的话都可以，只要洗干净配合刷牙，这牙龈炎就会被改善了。好的。对，然后 X 光我们也都确认过了，每个牙齿都已经都看过，都没有什么太大的。对，它内部。我们刚看完多比这么难过，然后你现在
幸福洋溢的脸。啊，是这样子吗？他在安慰我。是他们这个猫的功能是这样，就是能让狗狗的家属可以不要那么焦虑。不要，心要碎的啦！你不要这样，多比。我们带他去救救。我都听到你在那边哀嚎，好重哦，医生超辛苦。你很忙，对，对啊，就是你在犯累。怎么会这样？看到他这样很难过啊，但是又他那个舌头又歪一边，很笨。护士还拿着那个烧饼的爆弹。这是一块烧饼吗？对，没错。哦，他有点喘了，太重了。手上还有针，等它恢复了，我会再把它剪掉。好，稍微一下它跟烧饼。这样之后大概多久需要再洗牙？明年的话我会来看嘴巴外观状况，但我预期下次可能需要做这样处理，可能是两三年之后。好，对，两三年我觉得再去一次。那我就每年还是会健康检查啊，这健康检查可能就看一下牙齿龋齿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我陪你，我陪你啊，你很棒啊，对不对？好棒哦，嗯，撒娇哎，有哄他就不叫了，好了，他默默把烧饼翻面，他很热。你休息一下，哈。这一点就是每一只出来的狗狗都这样子哀哀叫，就是好了，等一下就好了。这是牙龈。对，就是它有增生，医生帮它切除的部分。哦，好，我不要留。牙齿的话也可以留。好棒啊，在一起走路了。对啊。你干嘛？巡视一下。走一走，他恢复会更快。好，通常手术结束后的三天会是他最疲惫的时候，他可能会精神比较不太好，然后有点累累神神的，这些都是正常的哦。有人别觉得很烦，去走走放松心情，他通常就会尿尿了。他自己踩到了，已经做完手术，不用进去。重量给你踩到了，可以打开。自己踩到了。我觉得他走得很好，哎，他可以回家了。你像面包虫，哎，一脚在那边，杵在那边蠕动。醒来吗？跟小狗狗一样。嗯。你在干嘛？哎，要上楼吗？你手术做完了。豆比，你要去哪里？看来我们要回家了哦。上次健检差不多5000多块，所以总共加起来差不多16000左右。看着你的钱洒落，他也没反应。他的屁股好扭，然后又突然加速。他很想加速，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好大便的，好强哦！你这样子。我扶你。好晃哦，喝醉酒哦。他的屁股怎么会这么扭啊？好啦，洗完牙回家休息了啦。今天是12月5号，你生日哎。你的生日来洗。你的。你的生日礼物。
生日礼物就是要健康啊，你要一直健康啊。长大，不要再大了，这样可以了。他好开心哦。That everything seems to crumble around you. I know that you feel all alone in this world, but you have to.Trust into us, and we will help you through. 'Cause we only want what's best for you.